走在第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就是柯文哲大帐房李文宗。27号晚间，检联发动第二波搜索，法官历经4小时讯问，28号晚间11点半，结果出炉。法院认定李文宗、朱雅虎涉嫌重大，有串证之余，裁准羁押禁见。凌晨10分，两人坐上囚车前往台北看守所。账簿你知道吗？除了李文宗财务部以外，我们其他人都没看过。假账案爆发后，柯文哲火速切割50年好友李文宗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。毕竟李文宗不只担任过柯文哲办公室主任、北捷董事长，还是中旺基金会董事长、科进办财务长等等，俨然就是大账房角色。现在在升格金华城被告，代表金流可能已经被检方突破。受贿罪被声押的话，显然就跟这个政治现金或募可是没有关的，应该跟金华城案有关。那就代表说金流的方向又被多找到一个去处。从2018年被柯文哲延揽进北市府后，李文宗一路官运顺遂。身为阿北最信任的人，蓝营议员也认为李文宗在北市府的那些年，对于柯文哲的金流及政商联系，恐怕都有巨大关系。前都发局长林周明指控说，他有涉嫌乔弹、乔大巨弹哦。那是不是在金华城里面，原来他也有角色跟身影？李文宗可以说是柯市长心腹中的心腹哦。所以这个金流是不是又离柯文哲又更近了一点？金华城弊案随着北检出手，关键人物遭到羁押禁见，弊案全貌似乎也逐渐成型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